怎么样？我看看。哎呦，啊，逮了一只蚂蚱。哦，这就是蚂蚱。鸟有肉吃了，你来喂。你喂吗？你来喂，它不会蹦了，没腿了。爷爷，我觉得你缺少锻炼，等回到北京给你买个胃。买个什么胃呀？那什么东西？游戏机，做些动作。游戏机？你说我一个老头子，我要游戏机干嘛？比如说呀，嗯，你可以一个人打乒乓球。我一个人能打乒乓球？嗯，不用找其他人。那你给我买什么呀？我呀，什么都不爱。什么都不买呀？你什么都不缺，你说我给你买什么呀？要什么有什么。我叫你养鸟吧。我不喜欢。